在新闻媒体上，我们常常看见学童集体霸凌，让被害者造成无法磨灭的伤痕等事件，令人感到遗憾。然而，在我们班上也有类似这种的事件发生。于是，我们决心将霸凌逐出校园，创造友善校园。但是，一直使不上力，因为一回到班上，第一学期，我们班就像被下了魔咒的班级一样，不但之前被霸凌的情形没有改善，反而还雪上加霜，换了班级导师，授课的秩序越来越乱。有些想要认真上课的同学也没有办法，不敢吭声，生怕自己也变成了被霸凌的对象。我并不想要班上这样继续下去，因为不但班上吵吵闹闹，也学不到东西，所以我决定拿出勇气来改变班级，希望能有所改变。你们要依序打开教室内的三个箱子才能成功逃脱。首先，请打开纸袋，依照提示。欢迎你们加入。班上也是吵杂的那个分子，但经由这次的设计，我觉得我有所感。这次密室逃脱呢，我有发现到很多不同的情况，像是有一些同学他们没有听指示就去找东西，导致顺序错误，结果就没来解开箱子。然后另一个状况是，有同学找到了正确的提示，但是却因为害怕自己错误而不敢告诉其他同学。然后呢，在最后一关的时候，就是很多人都听不清楚里面的声音，然后责怪我们做得不好。但是我们其实是想要让同学发现说，这其实就是我们班上现在的状况。希望同学能够体验到吵闹的教室不会有老师想要来教，我们每一天跟老师对抗，并不会让自己更好，所以我们应该要认真学习才会更进步。